嗨，大家好，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可可。我今天要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参加，所以穿了一个红红彤彤的红衣服，就是江西省的省长叶省长带着他的访问团来爱尔兰，然后我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晚宴，意义非常的重大。作为我是江西人哈，觉得非常的荣耀，能够在爱尔兰见到自己的父母官。配了一件黑色的小外套，然后等我的朋友过来接我。这个活动呢是安排在那个 Wexford， 就是离爱尔兰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吧。我们准备现在出发，然后晚上在那边吃饭再回来。We set up this company in partnership with another seafood company, and she works for the two of us. So she's Chinese, but she studied in Ireland, and she's living in Ireland now because our partner is Irish. Hi,剪的这个，
样的。啊，终于来了。